来看到这日本，日本的疫情讲真正改善真侪，讲到昨啊，已经全日本有16个县市是零确诊，啊，日本确诊人数上侪东京，有那降到一天确诊人数干了29个人。第一波封城啊，无强制居家隔离状况之下，日本各地的疫情豆豆啊得到控制，有那让人专家感觉真稀奇。餐厅内底民众聚会、吃饭、开讲，日本疫情大大稳定。为这个月开始解除经济状态了后，到外口用餐旅游的人愈来愈多。在八日一天，全国有16个县市零确诊，人口上济东京嘛，为过去一天确诊6000多人，降到剩29个人，是今年确诊人数上少的一天。专家认为，疫苗的功劳真大。デルタ株が急激に増加するときに、日本では64歳以下の人たちに急激にワクチンの接種が進んだ。それが一時的にしろ集団免疫効果的なね。甲欧美国家相比，日本伫个无封城，只有实施无强的规制经济状态。全国各地疫情煞豆豆得到控制，和专家嘛真稀奇。外界质疑可能是检测人数减少，和数字较好看。也无根据东京都的资料，检测人数只有减少1/3，也无确诊率为8月下旬的25%，到10月中已经降作1%，证实确实是有防疫成功。专家分析，今麦日本第一剂疫苗的注射率已经超过75%。另外，有 GPS 数据分析报告指出，到9月底经济状态期间，各地民众拢减少去市中心娱乐区的状况，嘛正做控制疫情的关键。第6波を起こさないで、秋冬を乗り越えて、そして感染症法が2類から5類になるっていうふうな、そういうふうな状況ができれば一段落ですよ。だからそれを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ここからの半年間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大事だね。其实媒体分析，日本经济要全面开放，依然有困难。虽然目前部分设施要求游客爱出示注射疫苗，也是体检阴性的证明才当进入。但日本欠缺完整的疫苗护照相关政策，有泄露资料的疑虑。另外，卡手无够，无法度进行大规模的体检，拢真。